当时是实在没想出来送什么，然后想送 U 口，然后觉得这不太好，非常不太好，然后想要不送点什么，就自己觉得很，就是自己的收藏或者是，自己觉得还挺珍贵的东西，就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寓意，然后我就想了一下，我很早之前。就是第一次弹的琴和第一次就是学的乐器，就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把琴，对，就是这个东西，就虽然不是很贵重啊，但是它就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把琴。当时本来想学吉他的，但是听说就这玩意儿入手比较简单，但确实很简单，我就买了这个入手。然后才学的吉他都是很早了，七八年前了，小学五年级好像，小学五年级还是四年级，学这个琴学了小半年吧，半年吧差不多，就是我人生的第一把琴呗，带我踏上了音乐之路，也不完全是，一半一半的。让大家找到喜欢，也就是自己喜欢的一条路吧，是吧？毕竟当时我是比较喜欢音乐，我才去想学吉他，然后我才去学这个尤克里里，是吧？大家就做八岁吧，如何？我好像是八岁的时候买这把琴，到时候我们现在拍摄了几分钟了。10:03，那就10:03，可以吗？现在呢，我在这把琴上有一点小东西，来一个铜，就这样，不想改。就这样吧，有点潦草，但是还不错。现在这个东西呢，虽然不是很贵重啊，但是就是也是一点心意。然后我们就舞台见，拜拜。